下面请大家欣赏相声《洪阳洞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好家伙、这么晚了还有东西呢？哎呦，好家伙，还有存货。我刚才后台看了一下表，12点多了哈。可不是嘛，你们还不加走啊？啊？你们这不是看演出，这是看杀人来的，这是啊。反正德云社的水平一般，能力有限，就是给的多。出了这个门啊，听谁啊都觉得吃亏啊。因为正常演出啊，7:45开，9:30就结束了。嗯，我们这个是7:30就开了，12点多还演着呢啊。啊。别看没能耐，有膀子力气，这卖力气呗。这个这场演完了，咱们今年的演出就结束了。对，是最后一场。2016年，嗯，不算元旦之后的演出，嗯、就是截止在2016年12月31号。嗯，德云社5000人以上的大型商演是演了111场，现场观众60多万，嗯、小剧场演出3000多场，现场观众90多万。啊，这个不能再敬业了，再敬业会累死人的。然后那场结束之后，广州又演了一场，对，然后再加上今天的封箱，在春节前今年的演出算是结束了。嗯，得谢谢大伙儿您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是，咱们得好好的干。对，这场演完咱们算喘口气儿啊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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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演出就是大年初3初4天津体育馆。对，等于是从明天我去录那坑王驾到，嗯，再录一天评书，后天我再歇一天，歇两天，然后再录一天欢乐喜剧人，然后大年28、29我正式休息2天，嗯，然后初1、初2去天津，初3、初4又演了，就是这个命啊，啊，演吧，就是这个命啊，啊，不辛苦，这还挣钱了呢啊，嗯，实话，谁要说我不敬业，那我非给你蹬到后台吓唬吓唬你不可啊。等哪天咱哥俩应该放个假，再休息休息啊！我带你去趟澳大利亚，黄金海难。行了，到那儿跟王大爷喝茶去。哎、有剑齿虎啊，就算了吧。我带你出去，咱不说相声，咱出去唱戏去，出去唱歌去。哦，出去拍戏也行，也是个休息。您真带我出去？你看澳大利亚黄金海难京剧团，咱的朋友。我这一听就不像真话，真的澳大利亚，真的吗？那儿有戏？ 我在那儿有一京剧团。哦，其实我就这些年啊，在国外有时候演出的时候，发现你比如纽约，美国纽约、洛杉矶，啊，你都想象不到大批的京剧人才。哦，在那儿也有这个爱好。好多原来咱们专业院团的到那儿去，然后刷盘子呀、啊，给人干活当保安什么的。哦，啊，反正也不错。后来就留在那儿，然后平时也组建剧团，演出水平也都挺高。啊，那专业人才吗？澳洲也是，包括在外面，你看越剧。啊，哎，上海这个越剧，哦，水平很高，嘿，啊，这个好多事情也挺可乐，这不错。澳洲那边唱京剧，他更爱看，是吗？你要愿意的话，咱们来一趟，哎，可以跟他们搞个联欢玩。哎呀，我可喜欢听于老师唱京剧了。哪儿啊？您这没有？因为是工作的限制，他只能捧哏啊。你们并不了解于老师，除了唱歌之外，唱戏那是这份儿。哎呀，不敢当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封箱了，怎么都对了啊？啊，我陪着您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两句，听听好不好？好吧，唱完了都回家睡觉去，天都快亮了啊！我陪着您唱，好吧？不走了，住哪儿啊？晚哎，就嗨嗨，回了。您给人搁这儿，您走不像话呀、啊！不能走，还没唱戏呢。真唱啊？咱俩人唱一出吧，师哥。唱什么？您说吧。从小我们在一块儿学艺啊，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都得学。是是是。说相声并不是那么简单。哎啊，前30年你还是个什么？电工啊，你什么这个厨子呀，然后突然间坐件大褂就说相声，没这么简单呐，真得练。这玩意儿跟杂技跟京剧那是一样，都得从小学。嗯 嗯，咱们今儿给大伙儿展示一下，就唱几句。真唱得好，我带你咱年后咱们澳大利亚黄金海难。好，我老听着。我带你唱完了，咱们俩人趟趟水去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行了，咱们上那玩去。我挑一出戏、嗯，您说。因为我知道于老师最爱的是京剧花脸，哎，喜欢这个。但是我也喜欢京剧花脸。哦，可是俩花脸的戏并不多。少啊，我就会两出，有一出不合适。哪出、啊？哪出叫《白梁关》？哦，哎，尉迟恭跟儿子尉迟宝林的对戏，俩花脸，
我怎么好意思演尉迟恭啊？是不是？我又不能让你演尉迟恭，是吧？为什么不能啊？因为你不好看，长得。哎，这还那咱们就挑另一出，挑一个咱哥俩的身份的戏，这多好啊！这出戏叫《昊天塔》。哦，您讲一讲。那也叫三星归位，熟悉的名字叫《洪阳洞》。哦，杨家将啊，老令公杨继业死了。嗯，死了之后，北国辽邦就把他的尸骨用火焚化。哎呦，那骨头渣装一盒子里边，藏在了洪阳洞。嗯嗯，洪阳洞啊，在哪儿？早先属于宁夏，属于这个银川。哦，1956年国家划归在内蒙，嗯，就是现在的这个叫邓口县。真细致。邓口县有一洪阳洞，洪阳洞里边有一地儿专门放这个老令公杨继业的这个骨头这包。哦，哎，杨六郎知道我父亲的骨骼在那儿了。嗯嗯，派孟良啊去盗骨去。是，孟良焦赞这是好哥俩呀。啊，那是啊。孟良去了，没带焦赞。焦赞说我也得去呀。嗯，结果呢，在这洞里边黑着呼噜没看见。嗯，孟良以为来坏人了。嗯，一斧子把焦赞就劈死了。哟啊，然后自个儿说，哟，你看好哥们儿死在我手里边，得了，我也死了吧。自刎也死了。嗨，消息传来，杨六郎病上加病也死了。这出戏叫三星归位，这是名段，俩花脸，嗯，一个叫孟良，一个叫焦赞。孟良焦赞，咱们哥俩来，好哥们儿，我的孟良，您的焦赞，可以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咱们带上乐队，咱们热闹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还有乐队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这京戏带着弦儿就好听。有请闹德利亚，嗯。来来来，陶阳先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都是德云社呀派到澳大利亚去的啊，瞧得出来，遣送回来的啊。来，看是这这儿来，上这儿的。这个叫陶阳，艺名叫陶云胜，都知道是吧？当年的京剧神童，也是我干儿子，也是我徒弟。嗯，儿子，哎，他是谁？我大哥。哎，你，十二点多孩子困了。这是说对了，说对说对说对，说什么对？洪阳洞。哦，洪阳洞我会，洪阳洞会吧？会唱会拉啊，那和那就行了，太好了。因为剩下那几个也都不是外人，都是我徒弟啊。合一下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弹三弦的是周九良。哎，嗯，那个这拿笛子这是高九成啊，然后抱吉的那九福是吧？啊，还有吉他呀，这京剧乐队。九福吹的那叫什么来着？陶笛是吧？啊，陶阳的弟弟陶笛啊。于慧珍拿的打岔是吧？啊啊，净剩还有那个那大秃脑袋吹箫的那个叫、啊、吹笙的，那哪个医院吹笙的啊？啊，反正都是我徒弟，没外人啊。嗯，抱吉他，这是吉他是吧？京剧班出了吉他也厉害了啊。大声的喊你叫什么名字？包子。哎，他一名叫包子啊，那是孙越的，孙越的徒弟是吧？啊啊，孙越，你孙越收徒弟还讲理不讲理啊？孙越啊，娶了个媳妇是个变性人。对，就别接着那个了。剑齿虎，说现在吧，啊、说现在吧 啊, 啊，知道这个是吧？啊，乐队，哎，太好了啊！我们俩叫板，嗯、孟良焦赞上场啊，同场上，然后乐队烘托气氛啊。哎，来，我在头里，您在后头啊。可以，你们卖卖力气啊。来来，您拿把扇子。哦，来吧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对弦，对弦，好好。停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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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听！好听什么？这儿出殡来了，上面怎么那么乱啊？这吹吹打打的，这个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卖卖力气，卖卖力气啊！哪儿啊？这太卖力气，那么乱的这个。咱们上哪儿唱去？咱们上澳大利亚呀！耶！什么就耶？就这么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啊！你这外国人能够接受咱们的艺术？哦，这就乱，就外国人能接受。对对，早先是长锤，走啊，钢琴那些，钢琴那些，钢琴那些，外国人纳闷，钢琴那些是个什么，对不对？嗯、一听这外国人傻了，他就不追问为什么叫钢琴那些了。好家伙，乱了敌人，啊、锻炼我们自己，错不了。嗯、来来来吧。家属打理，这还是出殡呢？这哦，不，这停的太突然了。对对，陶阳，陶阳，陶阳，啊、到你了，到你，咱们得唱，摇摆。机关秘密，要紧呐，神
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你等会儿了。哪儿啊？这洪阳洞是洪阳洞啊。头一句唱机关秘密要谨慎，你糊涂，你糊涂 啊！咱俩人上那干嘛去了？咱们俩盗古啊，偷东西去了。对呀、啊，身份是间谍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怎么又出来间谍了？咱们盗古是盗人家那个番邦外国呀、啊。外国人一瞧，哟，这两个是干什么的啊？这是外国人吗？这个这两个怎么趟了水去啊？这还是趟了水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改个词儿，机关秘密要谨慎。哦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您你看，侦探北国走一程啊！你瞧，还真有下句儿、啊。那当然，来，快点，来来来。我就喜欢这弦儿。机关秘密要谨慎，侦探不过走一程，按大花脸呢，你不要脸呢？废话，你这让我这。是不是笑什么？有这字儿，大花脸的，这说这干嘛？咱怎么说？我孟良，我交代。对呀、啊哎，外国人说这两个是干兄弟的。这外国人怎么那么贫呢？知道吗？就得假名字，我大花脸。我呢？二花脸呢？哦、咱俩排个。对了，再来。秘密要谨慎，侦探不过走一程，按大花脸呢，二花脸呢，来的我这伙计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什么这不这个说话呀？我说什么呀？我不问你们来了吗？我的伙计，那我说什么？你们早就来了。这还是汤了水的词儿啊！这个你得就得这么说，是搅和外国人的视线，要不然两个干什么去？好家伙，外国人什么都问，全你搅和、啊、来了我的伙计，来了我的伙计，早就来了。哎，来走啊！好家伙，外国人什么都问，全你搅和、啊、来了我的伙计，来了我的伙计，早就来了。哎，来走啊！快点儿。机关秘密要谨的慎，侦探不过走一程，啊，大花脸呢，二花脸呢，来的我的伙计，我怎么听这句怎么别扭说话、哎，伙计我早就来了啊，我来问你、嗯、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谁儿子？这有这词儿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怎么了？咱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打掩护。那我怎么说？哎，我你谁家的儿子啊？你是谁儿子？我是我爸爸儿子。再想想，别想了。好，就是那就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实话实说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是我爸爸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是我爸爸的。哎呀、啊，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这儿，我的伙计。啊，这伙计，我早就来了啊！我来问你，你是叔爷家的儿子、嗯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你可愿意？废话嘛，这不，你没意思了。我不愿意，像话。这点国粹都回你手里边了。我怎么这什么叫我愿意？我问你，你可愿意？你得说，我倒认可。哦，得说认可。哎，认可。我倒认可。哎，都是一对一句的啊。好、啊、好好好。啊。啊，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得了的伙计，哎，伙计，我早就来了啊！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你可愿意？我倒认得可，把你过继我两天，你认可不认可？不认可，不像话，不认可那得认可。干嘛就我就过继你了呢？这不剧情需要吗？剧情需要我过去你、啊、不这前面是到后来光记我磕头，我管你叫爷爷，我是孙子，这剧情就这样，剧情怎么安排啊？那好、
记得我说什么？我说啊，你这是我说你把你过继我两天，你认可不认可啊？我说，你说我愿意的不得了啊，发自肺腑，我怎么那么贱呢？我。哎，这我后边可有那个，那这有那个我长两辈的那个，对，那行那行，从头来。走啊！机关秘密要记得深，深谈不过则为一身啊。花脸呢，二花脸呢，来得我的伙计，伙计我早就来了啊，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愿意？我倒认可呀。把你过继我两天，认可不认可？来，快快，我倒愿意的很呐。这还罢了，回来，不像话了啊，不像话了，怎么了？怎么着往后溜达还没完呢？是这头一本就到这儿了，这是连台本戏，跟电视剧一样，这是第一集，咱的怎么也得下一集。下集就等郭麒麟娶儿媳妇的时候啊，这集就到这儿。我那长两辈儿，我这就五十年之后吧。啊，别忙啊啊，这段啊啊，重来。您这妹啊，我来孟良，你来焦赞，咱俩再唱一遍。啊，不是，当然对。你来哪个？你来哪个？我来孟良啊！来孟良，你不会呀、啊？不会你教我呀、啊？我也不会呀、啊。那你刚才怎么教我的来了？不是你记不住，我记得住，真的啊！来吧，你这人真是非。废话。哎呀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真是的啊！来，走吧。机关秘密要记得深，侦探。不对，怎么不对？抢词儿啊！您这怎么不对？怎么的？第一句我唱啊，唱啊，真是的。那您这这别抢啊！来吧，再来，来。机关秘密要我谨慎，侦探不过走一尘啊。花脸的，二花脸的，来点儿我的伙计，来伙，我怎么又换过来了？你这嘴慢，你这个人是吧？你不能抢，我不抢，你说行吗？多新鲜！哎，机关秘密要我谨慎，侦探不过走一尘啊。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哎，我你不是你，我还说不了这个。这都怎么那么你伙计？哎，这我早就来了。哎，你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你爷爷的儿子。一到任，你废话。